外呢，其实台东至今的余震不断，日本气象厅也观测到这场地震，甚至发布了海啸警报。根据日本气象厅研判，冲绳县震度一，冲绳县宫古岛跟八重山地区更发布了海啸注意报。而美国的地质调查所跟日本的气象厅都侦测到地震规模是 7.2。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也发布了海啸警报，等于说其实其他国家都非常注意这一起地震哦。